藏世界品，藏海安部庄严第三段，地面香海长行，别显庄严啊！长行的第二段别显庄严第一句。 一切妙宝庄严其底、嗯，从这一句读起。这个向下的、嗯、总有二十句。前面十句是说明。 这个香海之体，后面十句是讲的其他的庄严啊，清凉大师的注解。 很简单，我们要体会这个表法的意思 <coughs>，在经文里面呢，才能真正学到东西啊，相合。 啊，这个，呃，地面相海啊，在前面跟诸位介绍过了。实际上啊，它所表的是藏识里面含藏的种子。 这个种子是在讲是无量无边，大师给我们讲的，一叶种子都不离藏识海，啊，这个是当然的，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，所以。 设有很多的伤害。这句话的意思很深，就像前面我们所读过的《夜夜微尘》里面有。 世界还未成熟的世界，这个种子一一都成心。诚心当然就有庄严。 啊，那从下面来看呢，这个业业种子也很不可思议啊。它的根源，根源是性德、啊、信性德本来就不可思议啊。所以经文第一句。 一切妙宝庄严其地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提示我们，他是准后总结，应云夜夜向海，过有若干庄严。” 经文六，啊，这是文字上的省略。如果按文取义呢，这个一切之言就是一切海啊，总以妙宝而为其体。 第一句是这个意思，下面呢每一句都应该是这个意思。啊，这是先给我们介绍这个一起相海啊，啊，地面上一起相海啊，都是以。 妙宝庄严其地，华藏世界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讲这个七宝莲池，金沙为底呀。 那个金沙是庙宝庄严，没错、啊。这是说的国报啊，国当然有因。 诸佛如来插图跟我们现前住的这个地球啊，确实是不一样啊。不一样的原因，我们总要记住，佛在经里面常常。 教导我们，医报随着正报转呐。我们居住的环境是医报啊，正报是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。我们住的这个世间，释迦牟尼佛常常讲啊。 无助卧室前面也跟诸位说过。无助卧室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的心燃住。我们的心。 不善，所以变成这样的暴徒，新行不善到极处。 必然是否定了诸佛菩萨，否定了往昔的神贤这根本已经否定掉了佛菩萨的经教、圣贤的教诲。 他怎么会接受呢？于是完全随顺自己妄想分别之处。自以为聪明，自以为啊，人定胜天。 有能力改变一切啊！现在科学技术已经达到能够改变动植物的基因，破坏了自然的发展。 那么，我们应当啊，要知道，我们改变了地球表面的这一些。 山川、树木，结果呢，造成了天然的灾害啊！因为这个是这样子。 破坏了地球上植物的生态平衡，还包括动物。我们任意捕杀动物，任意的砍伐森林，使。 地球上的生态平衡失掉了，这个后果，现在有人发现了。如果再改变这个基因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？现在没人知道啊。 圣贤常常教会我们：随顺自然是最健康的。为什么呢？自然是心德的得流露、啊。破坏自然就是破坏性德，反性德，那会造什么样的果报呢？ 佛经上讲的三途地狱，我们今天说这些话，从事于科学研究的人说我们腐化了，跟不上时代了。 这样的人早应当被时代淘汰掉了。我们今天还会相信佛菩萨，还会相信这个这个这个古神仙？这个是当前。 社会的现象啊，可是灾难，我们眼看就在眼前。一九九九年、两千年，东西方古老的预言。 都说在这个时候，世界上有大灾难啊，人口会大幅度的消失了啊，也有人说可能呢，人类全部毁灭了。 所以，在那个时候，我知道啊，全世界所有的宗教，这个信仰宗教的人们，都是虔诚的祈祷，认真的在忏悔同在一个时段里头，有这么多人。 修忏悔，诚心诚意在祈祷，这个力量很大了。啊、这个灾难呢，延后了，没消除啊,啊？怎么知道没消除呢？ 因没消除，缘没消除，果报怎么会消除？因是阿赖耶里面含藏不善的种子啊。缘是什么？缘是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当中。 他在想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他在做什么？这些是善还是恶？你从这点就看了。如果所想的、说的、做的都不善，那这个语言就很可怕了。啊、把他阿赖耶识的。 含藏不善的种子，再引发出来，果报就现前了。所以两千年的灾难究竟延长了多久？我们冷静仔细观察，这时间不太长。 我们不能不认真来看这个问题不要以为啊，灾难没有，了九九年、两千年平安度过了，以为古老的寓言传说是不可靠的这个。 诺斯多玛斯的预言这一桩事情啊，他讲错了啊，没有能够兑现我们对于这个圣贤教诲的信心呢，动摇了。 觉得还是随顺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是对的，这是一个误导啊！这个误导恐怕要引导啊，大灾难。 又提前来了本来可能延后啊，这个几十年，可能又提前到几年当中就会发生。这种情形，实在讲呢，不难理解。古人这些预言里头。 他所讲的是个长数啊，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他看到事情确确实实是这样演变的尤其是西方人，好像根本没有改变的。 但是在东方古人典籍里面呢，那就不是这个说法。古人这个这个这个东方里面讲的人的念头啊，善恶念头起伏，啊。这里头产生了加减乘除。啊，善念善行多。 在小福来呀！啊，我念我行多，福反变成祸害。啊，《了凡四训》是非常明显的例子。 这样的历史，在中国实在讲太多太多了啊！我们只要细心去观察，啊，细心去思维。 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总能够体会的几分。我们要改造自己的命运了。纵然灾难真的降临了，我们也不惊。 不不，不贪生，不怕死。我们知道，来一生到哪里去？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 刚才我收到澳洲中茂生居士寄来的两份资料，好像还附着有录像带，就是讲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些例子。他说的这是西方人。 肯定一切众生，确确实实由过去今生啊，既有过去今生，必定就有来世、啊。人在六道里轮回，学身、受身呢？ 就像换衣服一样，是很平常的一桩事情那么我们希望呢，这个衣服越换越好啊，啊，料子越换越好啊，这个样子也越换越好，那就对了。 不要越换越差了。这个身体是舍掉了，我们换一个天身，升天，神月界天，神色界天，越换越好。千万不能够，这个身舍掉了，换一个畜生身，换一个恶鬼身。 那你就错了啦！既然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就应当断恶修善。为什么呢？修善呢，往上升呢；造物是往下坠落。 我是决定不能做这个一切妙宝庄严基地这一句话提示我们了。他说的。 这些地面上相海的地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，大大小小的海洋很多，海洋里面确确实实有数不尽的珍宝啊！这是一切妙宝啊！ 那我们学佛的宝是什么呢？那诸位都知道，佛法僧三宝啊，戒定慧是三宝啊，尤其是圣人的教诲。 我们尊称为法宝啊，由这些法宝把我们的信德引发出来了，它真的是宝。世间法里头，天天在引发我们的是烦恼。 烦恼恶业的种子也含藏在藏识海里头，啊，藏识海里头什么都收藏啊，世间法引发的是这一部分呐，恶、啊、习种子啊，佛法圣教引发是善业种子啊。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懂了之后，你就知道，我们要亲近善知识，我们要亲近佛法，啊，知道佛法是妙宝庄严，啊，这个第一是我们德行的根基。 第二句，妙相摩尼，庄严其岸、啊。这个是大海的周边啊，海岸啊，用什么庄严呢？妙相摩尼啊，像现在。 说这个，说出这个，诸位能不能够立刻就体会到？啊，相表示相的意义是普熏。 换一句话说，它有传播的意思，他有影响的意思。妙香是界定会想。 是德相啊，啊，孔老夫子的德，温良恭俭让，相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大德，亲近。 平等具相啊！啊，化身菩萨六波罗蜜相啊，就是讲到。 最低啊，人天无尽，设善四无量心想啊，这个海比喻我们的心。 我们心里头要有宝啊！啊，这个岸边啊，岸边是我们的身呐、啊，要具足戒定慧三学，无分法身。 这个是妙相摩尼庄严其安的意思啊！毗卢遮那摩尼宝王啊，以为其王啊，王罗王罗王不但是庄严。 而且有防卫的意思，保护自己。啊，古时候宫殿的建筑，那都是高度的。 艺术建成之后，外面呢，他用这个罗网把它包起来。啊，我们现在在日本常常看见，中国比较少见了。啊、这个罗网是用铜丝编成的。 它防止人去触摸，啊，怕人破坏了，啊，你可以在隔着这个罗网，你去欣赏它的美，啊，欣赏它的艺术，啊，你不要去摸它，不要去碰它，啊，这是对游客的防止。另外呢，防止小鸟啊。 到这个里面去去污所以那这个王是防止染污啊，作用在此地啊。 用什么防止呢？毗努遮那摩尼宝王，这个意思哎长了。毗努遮那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，变一切处。 这话怎么讲法？啊，可不可以设作亮？拓开心量？心包太虚，亮州杀界，真的是这个意思。 凡夫很容易受染污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心量太小了，斤斤计较啊！佛菩萨不但是小事。 不放在心上啊！再大的事情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呢？没事啊。他的心跟虚空法界完全一样。《谭经》上讲的：“本来无一物、啊，何处惹尘埃？”啊，这两句。 可以做这一句经文的注解啊！诺罗遮那拟尼王王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啊。问题，你会不会用？你有没有发现？ 心量不能不打开那么再看,看这个海里面，这海里面有水当然有水没有水就不能叫海了。香水映彻，珠中宝色，充满其中。这个海叫香海。 水是香水，如果水要不香的话，这海就不能叫香水，这个香水海了。香跟水合起来，水是流动的。 海里面的水也是流动的啊，那么这一般航海的人都知道啊。海水流动的速度、流动的方向，它有规则。 随着季节的变化，所以航海他懂得也懂得这个风向的变化，特别是在从前，在海航海用这个帆船。 老船长的经验非常丰富，啊。所以对于航程预测的才准确。啊，香是新的，水是留住。 那么我们这个心里面所留住的是信德了，这就对了。这个人才算是个修行人，这个人才叫做行菩萨道。 反复错了，反复是把许许多多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习气放在心上，是非人我。 贪嗔痴慢，五欲六尘、啊、他把这个东西放在自己藏尸海里头，这就坏了，心坏了，佛说吧 不容毫分不善家杂、啊，他哪里只是毫分不善呢、啊？他急急忽忽把所有的不善呢、啊、充满其中，那就没法子了。菩萨比我们高明。 就是他藏是海里面所含藏的，跟我们相反啊！我们所藏的我念、恶作，他们含含藏的是善念、善心啊，这就不一样了。凡夫。 能够转恶为善，这个凡夫就做菩萨，就做佛了。我们应当知道，应当学习。第五句。 种种宝花，寻布其上。啊，这是花，花表修音啊。啊，内心里头含藏是信的，表现在外面的。 就是宝花了菩萨心里面觉真经。清净平等就。清净平等就表现在外面我们今天是讲了五句真诚。 后面加一个慈悲，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表现在外面呢，自自然然是四摄六度，这哪里要教呢？四摄六度，宝华。 它不是一种啊，所以加上种种，悬布其上啊，好像这个香海上面的庄严呢、啊。那么这个宝花是在水上面的那我们想呢？ 当然、啊、是莲花嘛！湛谈细末沉吟其下。啊、沉吟就是沉淀。湛谈是香。 是岩浮体中最殊胜的下，这是表现的沉淀在海底啊前面。 地居家种种妙宝庄严起地，现在有瞻谈心目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能够体会的。 山潭是表修的，前面一切妙宝庄严其底是信的，信修不二。 我们先反复，每一天沉淀在藏识海里头是什么？啊，这一句，这个湛谈息末，实在讲呢，就是我们法相为实里面讲乐谢种子啊，落在阿赖耶识里头啊。 这真的不是假的，这个叫业，纵然是起心动念，啊，还没有造作，有没有业呢？有，你只要动一个念头，这个念头在阿赖耶识里头，就是好像这个这个呃细末一样。 沉淀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。啊，站坛呢，当然是最好的，不是恶念、善念啊，善行善意、善业啊。阿赖耶是乐谢的时候，纯净纯善、啊、这个就是比喻的站坛。 那我们今天落在阿赖耶识里是我。啊，我念、我足、我衣啊，这个就不是这样谈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染物，把我们的。 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全都让我这一点。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学佛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留意啊！啊为什么菩萨阿赖耶里头恶血种子纯净纯善啊？我们是不敬不善。 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看破，我们没有放下了，啊、没有看破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没有。 明了，啊，彻底明了当然是做不到啊，那是八地以上啊。我们能够有少分的明了，就得受用。 不再受染污了。这个世界，染污我们心性的东西太多太多了。你六根所接触的，很少不被污染。换一句话说。 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，啊、阿二来也是里头乐谢的影子，或者说乐谢的种子，意思都一样的。到底是善是恶，是染是净，你要是能够明了。 你就真的看破了，看破而后啊，自然能够放下。啊，你没有看破，你怎么能放得下？第七句，严复。 音音，啊，这个很妙啊！这个海里面呢，哎，那个海水呀、啊，还会说法啊。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水说法，华藏世界地面上的香海水呀、啊，也说法。 啊，这是说明了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没有一样不说法。华藏世界也不如是啊。我们这个世界呢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插图。 娑婆世界，六尘说不说法，说不是不说，啊，这是非常可惜，我们有言不见，有而不闻，好像六根呢、啊，跟这个六境呢绝缘。 不对，也不能不是不不是，呃，不能说它是绝绝缘应当是善恶影响都没有了、哎，我们善的影响没有，恶的影响太多太多，这个些啊，那个说的不好听的呢。 只有用佛家一句术语来讲，业障太重啊！怎么知道啊？我们娑婆世界也是六尘说法的，读了《华严经》不就晓得了吗？ 色身香味触法，你说哪一样不在说法？啊，《华严经》上你懂得表法的意趣，你就醒悟过来了。佛前面供一杯水，那在说法。 那什么意思？你一看到就想得了。我用心要像水一样干净，要像水一样平等。啊，这个水供在那里是提醒我们，不是佛要喝的。他在说法了，我们的心要像。 诸佛如来一样的清净平等、啊，他说法没中断，我们竟然不知不觉。华藏世界人聪明，他们知道，啊、他们见色闻声，懂得意思、啊，能够回光返照。 自己断我向善转迷为悟。我们接着看下面第八句放宝光明，这个是讲香海放光。嗯 实际上呢，就是讲的一叶种子，它有这么多的庄严，是因为它呈现种种庄严是心德自然的流露，就像佛在前面所说的，法如是耳。 就是我们常平常讲的发而入实，啊，这个自信流露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没有理由可以说的，啊，自自然然，一叶种子呢，它放光啊。 光是薄弱的啊，他既然诚信，自信本具有薄弱。发生解脱啊。我们也常讲智慧。 德能向好，这三种都有光啊，般若有光啊，德能有光啊，相好也有光啊，啊，在相上讲啊，你你很光彩啊，也有光啊。 所以放宝光明，这个宝就是自信本具的心德啊。我们这样说起来，说的很清楚、很明显了、啊、自信本具啊，智慧的能相第九句，无边菩萨持种种盖，现神通的。 这个香海里面，一报现正报，连到下面一句看呢，啊、哦，这个意思明显了。一切世界所有庄严，谢于中心我们想想看。 前面讲的微成讲的毛孔毛端，其中能现世界海微尘数佛查这夜夜相海一佛如是啊。 这一相还就是一一种子变现出来的、啊、阿赖耶识里头含藏的种子，种子不是物质啊！讲未成，讲毛端毛孔还是物质、啊，这不是物质、啊。 物质里面能现物质，这个纯粹讲的是心理，不是物理心理能够现心理，啊，能够现心物，啊，物理里头也能现心物。 心是正宝，物是一宝，重重无尽呐、啊！这个是法界的真相啊！啊，所以他信菩萨啊，菩萨持种种盖，信神通力。这举一个例子。 神通力就是展现他的德能。我们一般人讲多才多艺，展示他的才艺啊，啊幕后这一句这总结，啊，二十句前面十句跟后面十句有差别。 前面十句是讲海体的状况，啊，这个香海之体，啊，所以幕后这句是总结，是一切世界所有庄严，这一切世界就是前面所讲的。 世界还未成熟，世界不只是一个化葬世界，在这个香海里头，通通现出来了。 任何一个上海都如是，没有两呀。现在我们知道清凉大师给我们说的，这是心花之内射诸种子啊。这个心花就是藏识。 就是阿赖耶识啊，舍主种子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所含藏的种子啊，一一种子就是一个上海。 所以，地面相海无量不边。实际上还是表声光无际的。这个境界确确实实，嗯，不好想，没有法子想象。 我们再看后面的诗句，后面诗句，青年大师说：“这是释义庄严第一句，十。 宝戒笔行列分布啊！呃，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，跟我们讲啊，这个是意义庄严。 这为白莲花，当于水中，鱼皆在岸，啊，这个诗句里面，啊，只有白莲花，啊、这一句、啊，是在这个水里面，啊、其余呢都是讲岸上的事情。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这第一句是讲蓝纯。我们一般人叫蓝杆啊，横的叫蓝竖的叫纯。十宝兰城。 周匝围绕，这是属于庄严。啊，南城不但是有庄严的意思，而且还有表法的意思。啊，你看西方世界，弥陀经上给我们讲。 七重蓝醇，啊，七重罗网，都是用“七”。华严上讲十，我们一定要明了，他所讲的十，也不是数量，啊，不是数字，这一点学，学修学大乘的同学要特别留意。 十跟七都是代表圆满。十是数目字，啊，从一到十啊是个圆满的数。其它是讲方位，啊，四方上下这是六，加上当中，啊，所以也是说的圆满。啊，我们明白这个意思。 读经文，才真正能够有所领会。啊,啊这个前面一句是借笔，行列分布，啊，这是台阶。 排列的很整齐啊！这种建筑在大型的宫殿建筑里面就非常的明显。像我们在这个北京呢，去游览故宫，你看看太好殿。 那个建筑非常雄伟，啊，前面这是有台阶，啊，那么这些台阶都代表着阶级，啊，从前讲品级。 什么样的评级，它占它的这个位次在哪一边？表秩序，一点都不乱呐。行列分布，啊，整整齐齐，有条理，有层次，有秩序。 不乱。那么从这些地方，我们自自然然能体会到，我们怎么学习，在日常生活当中。首先，我们的思想。 要有条理，啊，要有次序，要不乱，啊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表现在你的言语，表现在你的动作，啊，表现在你的文章。 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啊，生活，古德常常教给我们，要与大自然相应，啊，这是一个道人的生活，修道人的生活。 大自然有秩序啊，春夏秋冬，春生秋这个夏长，秋收冬藏啊。人的生活要能跟自然合一，最健康。 你为什么会生病呢？你与自然相悖，自然就是性德的流露，你与性德相悖，麻烦就出来了。那么的相状则是病苦啊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。 学佛的人，不论是在家出家、啊、尤其是出家了。现在的出家人跟从前不一样。 从前出家人是真学佛为什么呢？确确实实放下了，一无所有啊！无论到什么地方、啊、他的行李是什么？ 一个小背包啊！师尊在世，三一一波。除此之外，他什么都没有。他的身心与自然相应。那么到中国。 佛法传到中国，中国在印度的北面呢，纬度相差很大了，气候不一样，三一一波，我们凡夫不能够保暖御寒。 所以，中国出家人允许啊，你多多准备几件衣服啊，春夏秋冬啊，四季一场啊，但是最多也只是两套啊，够换洗就行了。 不能再多，多什么？多叫增长贪心你这个财物多了，怕到临终的时候你放不下了。不是为别的，临终有一样放不下。 你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尤其是对念佛人，念佛人是求生净土，啊，临终时候心里还有牵挂，那这个障碍就大了。 把你这一生往生的机缘打断了那么放下是不是在临终呢？不是，在平时啊。平时要写。要写得干干净净。 啊，那么从前道场呢是公有的，只要是出家人到道场呢挂单，这个道场没有拒绝的，啊，决定收留。 所以，这个古时候啊，这个出家人呢，一波千家饭、啊、他生活很自在啊，到处都有寺院啊，寺院安堂。 不怕没有栖身之所、啊、换一句话说，吃住都没有问题。现在道场跟从前不一样了、啊，现在道场变成私有的，你得跟这个道场常住啊，得有交情。 他欢迎你，你给这个道场没有交情的，没有关系，他不收留你了。啊！你要问，何以现在这个制度啊变成这个样子？然后你就会想到。 印光老法师为什么老是骂啊？清朝的顺治皇帝啊，文朝里头常常我们看到啊，顺治皇帝把出家的制度破坏了，这个是。 破坏考试制度，结果的现象，出家人在社会上得不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没有人护持你了，变成这个样子。 在古代，出家人要经过考试。谁来做主考呢？皇帝做主考。皇帝要看看你的品德，你的学问。 够不够资格做我的老师？啊，因为你一出家，他就要称你法师啊。啊，你有没有能力做他的老师？这里面，当然真正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资格教化？ 百姓呐，佛家讲教化众生呐、啊，你没有能力教化众生、嗯，他不让你出家，不准你出家了那么由此可知，只要是你出家人，你有度牒，你都是经过考试及格的啊，经过皇上、啊。 认可的，你哪里是坏人呢？你到哪个道场，哪有不收留的道理呢？是在此的。这个制度废弃之后，到今天三百多年了。 现在中国佛教出家人的素质，真的是一落千丈啊！把设方丛林变成了子孙庙。 那么出家人自己也不争气啊，确确实实啊，在品德、在学问上没有在这上用功啊啊！所以出家的时候，到底为什么出家？出了家之后怎么办？这条路子怎么个走法、啊？ 没有细细去想想啊，所以我常说啊，我们许多同学们啊，大家在一起共修、啊、为什么出家呢？真的是糊里糊涂出了家啊！每一个人出家因缘不一样啊。 糊涂出家没关系，也是因为出家之后要好好的学，啊。这个重要啊，要好好的修啊。 真正修，自自然然能感得祝福互念，龙天善神有苦。啊！但是苦行，那是决定不能避免，啊、决定不怕吃苦。啊！再苦。 也能活得下去，也要拼命去学道啊！啊，道学成就了，帮助众生，弘法利生啊，不辞艰苦啊！ 是否惠明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在这个地方啊学习啊，总要记住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行意那么再看看历代的祖师大德。 这在中国，最近的印光大师去我们不远呐、啊，他老人家一生的行持啊，以及到中国大陆，你去参访还能见到。 你看看，祖师在苏州龙岩山寺他修学的道场，老人家在世居住的官房，你就知道了。 常年闭关呐，啊，闭关里面是自修，也读中啊，他用什么方式读中呢？用文字、啊，你看很多人给他写信，他回答的。 以后收集起来印成书、文抄啊，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啊，官方里面静修，没有人打搅，所以，我们看有一些这个信徒。 向他老人家请教，啊，他回的信呢都很长，啊，都写上几千字，讲的很详细、很透彻，字字句句出自于真诚心，感动人呐、啊！从这个地方能看到啊，祖师心底是多么清净，多么慈悲。 充满了智慧，我们应当啊要向他学习啊，这样才能成就。成就之后。 你的语言成熟了，语言是什么？有人欺情，请你出来弘法，这个时候要出来啊，闭关是成就自己，等待姻缘。语言不成熟，出来没有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 众生不听你的，语言成熟之后，大家想听，想跟你说，你就得出来了。这些都是说明有次第，有先后，有秩序。 出家人能放下吗？一定要知道身心清净自在随缘啊，像这个地方讲的、啊、戒比行列，南尘围绕啊，啊，南 也是庄严，也有保护的意思。要懂得护自己的法啊，晓得怎样护持自己啊，护自己的真诚。 清净平等慈悲心，要护自己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的心，不受外在的干扰，不受五欲六尘的影响。 你当然会成就。第三句是，四天下微臣素，一切宝庄严，分陀利华芙蓉水中。”啊，清凉大师给我们这个这个注解里面给我们说的啊，在这个香海里面就是这个。 其他的呢，都是在下海外面。芬托利是印度话啊，翻成中国“白莲花”。 这个地方说的真的是庄严啊！四天下微成素，一切宝庄严。佛头里话，这个庄严我们说不尽的，不是恒河沙数啊，恒河沙数很很渺小啊。 我们地球上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大部分的时间在恒河流域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。所以讲到数量之多，佛常常用恒河沙来做比喻。恒河沙数，我们在佛经里头常常看到。 这个地方不是啊，四天下四天下，这是怎么个讲法呢？佛经上跟我们说的。 这是一个单位世界，啊，叫一视天下，啊、早年我们都佛经，把这一视天下了看作太阳系。 但是，经上给我们说的呢，又不像太阳系。他是说，一个单位世界当中是须弥山，日月都在须弥山的当中啊，半腰啊，啊，在那个地方围绕，这就不像了。 所以，黄念祖老居士他认为，佛经上讲的“一视天下”讲的单位世界是个银河系啊。说银河系呢，真的，这个太阳确实是围绕着银河系转的啊，公转的、啊。 那就就大了，这一个银河系的微尘素，这么多的宝啊！庄严分，分陀利花，分陀利花，香花了，啊，这是性化了。 这个华藏世界海有大莲花，那是藏石藏石里面呢，这个叶叶种子啊，这个种子变现出香海，香海里面又有分陀莲花。那这是什么？ 是不是表性体，还是表性德？这两种都能讲得通。业业种子的体性、德性，真的是分头离化了。 芙蓉水中啊，是不是正开着啊,啊？不是没开啊，正开着，在香海里头啊。这是说明。二、啊、来也是，里面所含藏着叶叶种子。 不离自信，所以清凉在这个注解里面讲：“啊，夜夜居于心得，所以皆有庄严。”啊，这个话说的没错啊！境界不可思议，确实我们凡夫很不容易体会。 佛法里面有一个成语，注意的很熟悉万德庄严”。万德庄严”，真正的境界，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。 华严给我们透了一点讯息，啊，让我们体会到那个万德庄严的里面的含义，啊、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接着下面一句。 第四句，不可舍，百千亿，若有他，素十宝，是罗床。清凉大师在这里有注解：是罗床，应云是罗，啊，那是试试验的事。 要是世罗呢？这是梵语、啊、翻成中国意思是美玉啊,啊。如果像现在经文里面讲的世罗呢，梵语有啊，世罗是说是戒啊，啊，它有亲近的意思。 清凉说：“这两个意思都通，两个意思都好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我们后人学习经论，也没有一定的解释。” 只要有书就好，就是你能说得出一个道理出来就好。啊、佛所讲的是原理原则，我们所讲的是是在现前要怎么个用法啊？怎样对我修学有利益？ 对社会大众有贡献这个说法呢就好。佛法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啊。那我们今天就用用这个经文的，哎。 名词来说，啊，是不可说百千亿那有他数，这个是古印度，不可说是古印度啊，这个数字单位里面最大的十个数。 十个数是第九第九个，最后一个是不可数不可数，他只说了一个不可数，第九个大数啊，不可说下面加上百千亿那就头，十包。 是罗床，啊，宝，这个十不是数字，啊，前面到诺有他数，那是数字、啊，形容其多，这个十表圆满，啊，哪一种宝呢？任何一种宝。 我们经常通常讲七宝，啊，任何一宝圆满无缺，啊，像金，纯金，没有一丝毫掺杂。 我们这个黄金，你看那个金铺里头常讲，十足啊，十足就说纯的啊。那我们常常也看到，哎，九九那还欠欠一份、啊、这个金的成色九九。久久 不是十足，这个十宝的时候，十足，比九九还要蠢呐！啊，这个城市，十罗床”啊，床是高闲的意思如果我们用这个“借”来讲呢？ 那就是圆满的戒行啊！戒行不是一种啊，我们今天讲五戒，无戒是戒行里五个纲目啊。你说不杀生这一条。 境界有多大？可不可以说成不可说？百千亿那有他说？可以说。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 我们吃不杀生这条街能吃得清净吗？真正清净的不杀生界。对于一切众生，肯定没有伤害的念头。 伤害的念头尚且没有，怎么会有行为呢？众生害我，众生善我，我要不要报复呢？没有啊，佛法里头。 没有包袱的呀、啊！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六波罗蜜里头，十波罗蜜里面，叫你修忍辱啊！啊，你要能忍。 这个是在修行初步，到功夫深的时候，这个忍辱加上波罗蜜了。啊，波罗蜜，波罗蜜是圆满。啊，忍辱波罗蜜圆满的相。 世尊常常用歌利王各界身体来做例子，那是社保十宝十罗床了啊！就人如来讲啊，他是社保十宝十罗床了。 无缘无故，无理呀、啊！加害我。一、啊、丝毫成会的念头不起，就是忍辱波罗。啊，决定。 没有报复的行为，持戒不了。所以忍辱仙人,如先人接受高丽王各界身体，六波罗蜜的这两个圆满了，这两个圆满了，其他六个通通圆满了。 不但对于加害于我的人，没有一丝毫怨恨的念头，还感恩、啊、这个是一般世间人不懂啊。深入经藏啊，深入经藏并不是你念的很多啊，不是一部经两部经，经一定是。 一样深入啊，入到什么程度呢？入到明心见性。佛家常讲彻发地狱。你开悟了，你在这一个法门，在这一部经论上，你得三昧了啊。我们学华严，得华严三昧啊。学无量寿经。 的念佛三昧，智慧现前了，知道啊？这个忍如这种持戒，把无世界一切的罪障到这里消尽所以是好事。 不是坏事，要感恩呐、啊，不可以有恶念呐、啊。我们学佛的人，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啊，遇到有这些人。 以我你的态度来对我，一定要晓得削我的业障。我能够欢喜接受，这有大受用啊！如果你心里头还有不平，你不能接受。 业障没消除啊，还在呀、啊！啊，学佛人天天在这个地方检点、反省、改过自新，那叫真修行。 所以看到这个庄严，要晓得它的意思，知道自己怎么样学习。现在时间到了。